我是王瑞瑶，这次去台南玩耍，发现很多，因为去逛了奇美，认识奇美的人，奇美的人给了我挂包，而且是像这种的熊掌挂包。为什么会特别用一个迪士尼的盘子装起来呢？因为这个熊掌挂包呢，只有直接外销到东京迪士尼专用，所以呢，我自己也拿了一个这样子的挂包。这个挂包很妙哦，这挂包呢拿来回来的时候是冷冻的，而且呢它的肉已经包在里面了。刚才在蒸的时候，用大同电锅蒸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就已经直接在里面包在里面哦，就有一个挂包在里面。今天呢很高兴请到的这个试吃员呢是我的妈妈，她比我还嗨。嗨，王妈妈你好。王妈妈，请你先试吃这个奇美替东京迪士尼特制的挂包给大家看看。熊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模拟用手吧，对，一只手扶着来，熊掌挂包很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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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熊掌挂包哦，熊掌挂包哦，用力咬要咬到肉哦，熊掌挂包有咬到肉吗？摩尔，啊，还没有咬到肉，嗯，好好吃哦，有咬到肉吗？我看看肉，给大家看看，看闪闪吧。对啊，我都不知道原来台湾人这么厉害，可以帮东京迪士尼特制，你知道，定制版的这种熊掌挂包。我是王瑞瑶，现在人正在试吃挂包，我忍不住，我要赶快给大家看看。你看这个挂包的肥瘦就知道了，肯定好吃。我是王瑞瑶，拜拜。